中国梦主题第二批新创作歌曲的演唱者王丽达、汤子欣夫妇，时间都去哪儿了的词曲作者陈曦、董东东夫妇做客艺术人生，讲述追梦路上的挫折。直播的现场我是从头破到尾，哇，嚎啕大哭，因为你知道他的不容易，太不容易。分享相濡以沫的情感，以后我也只为他一个人写词，因为爱情是我的动力。畅谈作品背后的故事，把它成为一个歌的主题是多么的好。畅想各自心中的梦想。你们还有梦吗？有有。你们的梦想是什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2014年，由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单位联合组织实施了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推广活动。2014年的5月份，第一批新创作歌曲推出之后呢，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所以在前不久啊，又推出了中国梦主题第二批新创作歌曲。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为大家请到了其中的部分演唱者和作者来到艺术人生。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两对年轻的夫妻，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王丽达、汤子欣夫妇，有请。你好。你好。老师好。大家好。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这儿。嗯，咱们这期节目呢，是因为你们的歌曲被中国梦主题第二批新创作歌曲推广活动选中，并且在推荐啊。对，而且我没记错的话，你们两个人好像在第二批当中有3首作品被推荐。对对吧？很荣幸。 对这个你们产量也太高了哈、啊、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哪3首歌？好，首先要介绍的是我们有一首歌曲叫应该是你的一首歌曲，我们的美好时代。说得特别准，他们的美好时代。我们的美好时代啊，至于说怎么个美好法，一会儿我们再聊哈。那既然先说了这首歌，那这样吧，现场给大家演唱一下我们的美好时代，好不好？好，没问题。来，岁月如歌，山水同唱。闭关关过不明枪，收获希望。家园美，鸟语花香。好听吗？谢谢。好听，他们俩可以坐下了吧？来，请坐。刚才这首歌是入选的，并且推荐的《我们的美好时代》。还有哪首被推荐？还有我的一首歌曲《海峡月光曲》。海峡月光曲也是今年获得5个1工程奖的。哦，还有呢？还有一首是由傅根成老师亲自作词作曲。
歌名叫《中国梦》。中国梦，嗯，多么大气的名字哈！好，稍微往前倒一下，在结婚之前，我也知道你们各自在追梦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对，那些让你难忘的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啊，是在我青歌赛的这条追梦路上。这也是我钻研。哎，你参加青歌赛，我好像还主持过一届。对，是吧？是的，是的，嗯。自从主持完那一届，一看啊，有王丽达在，我第二次我就不干了嘛。开个玩笑啊，开个玩笑。你想想，我主持青歌赛到现在有十多年了，你跟我们讲讲这十年，你为什么这么执着？都经历了什么？2000年的时候，我是一个大三的学生，那个时候我给自己形容自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很想展示自己，所以当时在那种情况下，身体一下就垮下来了，就重感冒，因为太有压力了，觉得自己一定要唱好。当时代表中国音乐学院，所以在直播的现场，我是从头破到尾。声音破了。声音破了。啊。是劈了。军嫂，正常应该是军嫂来了，应该这样的。啊、我是。整个就是全破的，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真的破得一塌糊涂。全场就是，当时我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的丢脸，因为我的恩师金铁霖老师在台上，我因为我这种身体状况，可能声音是不受控制了已经，但是我是依然是微笑着把综合素质题答完，非常。从容地跑出了演播大厅就哭了，我当时觉得自己特别特别丢脸，觉得给老师抹黑了，所以我有3天没有出宿舍的门。第3天过了之后，是金铁霖老师给我打电话，打到宿舍里面来，他说：“丽达，你还年轻，我不怪你，你有100次失败的机会，这次失败了，你还有99次。”我就当时就暗暗下决心，我一定要以非常优秀的成绩来回报老师。所以在2002年毕业的时候，同时考入了总政歌舞团，我还是代表中国音乐学院参加青歌赛，拿的就是银奖。银奖。啊，然后到了2004年代表总政歌舞团参加青歌赛，还是获得银奖。两次银奖。不容易啊！那次青歌赛完了之后，我反思了一下，嗯，我觉得一定是还有很多很多的不足之处，嗯，肯定还是需要我更加的努力。所以我2006年再参加青歌赛的时候，我没有选择参加，我选择了回到学校读书，读了3年研究生。2009年6月份，你记得吗？嗯，咱们的我的独唱音乐会。对，是您主持的啊，在那一次音乐会上，感觉自己好像找回了一些信心，嗯，决定2009年继续参加金钟奖比赛，当时获得了金奖，终于获了金奖了，对，终于获了金奖，啊、等到了2010年的时候又要组队参加青歌赛，我就报名不要参加，这是三进宫了，啊，所以到了2010年比赛的时候。整个人的心态和状态完全变了。为什么会变呢？嗯，因为我当时已经跟他结合了，我好像我的整个人结婚了没有？结婚了那时候已经。人整个就是心踏实下来了，而且心安定下来了。不再那么格外的渴望那些东西了。对。啊。可以说那次的青歌赛是我们两个人共同努力，共同去探讨，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不停地把要比赛的曲目去反复地听，反复地演唱，唱给对方来挑毛病，来找优点，所以心态平和下来了。结果呢？金奖。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啊，看着他唱的时候，我比他还紧张。对，最后那一轮唱完以后，公布分数的时候，他哭了。我一听，我不敢在那个场合哭啊，就在台角那很多人啊，跑到那个走道里，自己一个人哭，哇，嚎啕大哭。
因为你知道他的不容易，太不容易啊！有了这样一个平时的心态之后，你做什么事都不走样了。对。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子欣哈，汤子欣出生在海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渔民的孩子。对，并且呢，家里还有个弟弟。我还有个弟弟。为了圆自己的音乐梦，考上了海南大学。对。去学习音乐。嗯。但是还要去打工。对。去当邮递员，对，我可以说我这些信息我都对吧？太对了，都对啊！这工作做得太足了，这个啊，其实在我弟弟找到工作之前，嗯，我觉得我是在为这个家以及为弟弟，在圆他们的梦而付出。我爸妈都是农民，我父亲是一个赤脚医生，平时还在务农。你想，他从小从小学的时候就把我送到县城去上学，一个你想1981年那时候的那一个农民，一个月的收入估计也就150块钱，他就是种这个水稻，卖水稻，种点菜。那么我们在县城，我们两兄弟在县城上学的成本，一个月最少算也得300块钱，所以就造成我是在我上初三的时候就开始在外面那个勤工俭学了，在自己打工挣钱。到了高一的时候就已经是完全除了我自己的这个生活费用以外，把弟弟的所有的生活学习的费用全都我包了，不让父母花一分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是，我从小就知道照顾自己的爹娘。我是哥哥，所以我必须要担起这个家庭这个责任。心疼父母啊。对，当时考大学的时候还有这样，我考大学当时我理想是想考上海或考星海啊，但是呢，一想到我如果到了考了星海或考了上海，我可能就离开海南了。离开海南以后就没有这个环境让我再去勤工俭学打工挣钱了，就养不了弟弟了，所以我就一人放弃了这个出岛读书的这个梦想，就考了海南大学。对，大学毕业以后我是到邮政局工作，嗯，因为我自己选择了这个邮政局快递啊，送了有半年的快递。在邮政局的同时呢，我在海南省电视台也主持了两档节目。哦啊，还主持过节目呢。对、那是什么东西又点燃了你这个音乐的梦想？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我弟弟有工作了，他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在广州交响乐团长号专业，有工作了以后，我就突然觉得我该放下一切为我自己的梦想去打拼了，终于可以卸下这个养弟弟的担子了。对，我没有牵挂了啊。还有一个原因是那时候我正好是全国的邮政职工调研，我自己写了一首歌，获得了一个3等奖。好，当时评委我唱的，当时评委就觉得，哎，你条件也不错，形象唱的也都挺好，为什么不到北京来发展呢？当时听的时候没有什么感想，那回到海南以后，突然一下觉得，好像是应该去外面开开眼界，去增长一下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技能，我就毅然就决定辞职不干了，来北京了。对，啊。来北京以后呢？来北京以后，我是把海南的车卖了，然后拿了那个钱到北京来，一个朋友没有，一个亲人没有，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就住在官园了。那时候02年，挺贵的，因为我那时候我来了的目的不是说北漂，就想说感受一下北京这种文化的氛围，天天就出去玩，公交车、自行车，我记得自行车就买了3辆。大概有4-5个月左右吧，钱快花没了。这个时候突然感觉到钱没了怎么办？就找工作啊，就到处那去唱歌呗，酒吧、夜总会、市场，慢慢的局面打开，多起来了。后来是什么机会让你去了部队呢？有一个转机就在07年。难道是认识王立达？啊，没有，那时候压根就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啊。07年参加了金钟奖。金钟奖当年是07年的时候，是我应该是事业各方面都是最低谷的时候，在宁波参加，在宁波比的，我也没有想什么，我也就是。那是首届金钟奖有通俗唱法。对，第一次把通俗给剥离出去，心态放得很好，我就是来表演的，就唱完以后，那个到夜里1点多钟，那个组委会就打电话说颁奖晚会的时候你准备唱一首歌吧。我说我又没有获奖，为什么让我唱歌？因为还没有公布啊。
他说那个这个按照这个组织的纪律说，我是不能告诉你，但是这个结果你可能还是你还是会满意的。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想，可能是获奖了，这辈子还有什么遗憾？我说唯一遗憾就是没穿军装，我特别喜欢那身军装。好男儿就是要当兵嘛。对，好男儿要就是要当兵。我说这辈子这肯定是不可能实现了，算了，下辈子吧。一个人在那里流眼泪，真的激动。后来没想到回到北京以后没多久，总政正好是要组队参加这个08年青歌赛，就把我圈住这个圈圈了，就去了总政歌剧团了。对啊，去了总政歌剧团了，才认识了这个。对，到了总政歌剧团之后才有了他们后来的爱情生活。现在可以聊聊你们俩的事了哈。好。子欣刚才说了，到了部队你们就有机会真正认识了。对。最重要的一次认识就是08年。对。汶川地震。对。他们一起到灾区去慰问。汶川。那个时候汤子欣还是一个新兵。对。而王立达呢已经是个老同志了。对。据说这个新战士见到老同志敬礼的时候，老同志还爱搭理不带搭理。经常使唤这个新同志给自己照个相啊什么的，有这事儿吧？对，有、啊、有。有这情报比较准，我这情报摸得相当的准啊。太准了。那回过头来，我问你一个特实在的话啊，你们彼此看上的是对方的什么？子欣先说。他给我感觉就是那种性格特别好，大大咧咧的，永远是先闻其声，再见其人，大老远。这倒是，性格特别好，心里不装事儿，就跟那个男人之间一样，那种交往真的特别简单啊。你呢？你演原来挺高的，挑这个挑那个挑半天的。没有，没有没有啊。其实我一直就是在择偶方面还是挺慎重的，我觉得最主要是要人老实。稳重，就是对我好，对我的父母好，我就这些。我看中他也是因为这些。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男人。哎，说到你父母了，这个你母亲好像特别喜欢汤子欣啊。哎呀，我当时跟他跟我追求，哎呀，我这个女婿呀、啊。哎呀一说起来就不得了了啊。我当时跟我妈妈说有一个这样的男孩追我的时候，我妈。当时在湖南啊，连夜把他所有的视频、音频、文字、照片全部搜下来，上网找，整了一遍，整了一遍。幸亏我没做什么亏心事、啊、然后跟我说、啊：“好，我明天飞来，看看这个小子。”对啊，飞来之后他们就见面了，然后谈话之后，我妈就跟我说：“我2000年的时候就买过他的专辑。”哇，10年前呀、啊！2000年我还在海南，没来北京。他妈妈去海南旅游、啊、到哪都听到一首歌，请到海南来，这里永远是春天，什么饭馆里，什么酒店里，那个公交车上全放那个歌。他妈认为这歌好听，就到处去找这个碟啊，买了一个，那就我唱，拿回来给他看。没想到买的是10年以后的这个准女婿的碟。是，但这个挺有意思的、啊、我很惊讶，但我看这啊，很有点奇缘。然后把那个碟拿给他看然后跟我谈了2个晚上，对，彻夜长谈，是吧？主要跟你谈什么呢？这保密，这也不能说，要对我女儿好一点啊。他妈妈跟丽达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孩子能够在中央电视台，在全国的观众面前说他是来自海南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他就错不了。什么乡什么村什么镇什么什么。都说得清清楚楚。哎，我觉得丽达她妈妈很智慧，就至少这个可以说明你不虚荣。现在孩子3岁了哈。对，还不到。快3岁，2岁11个月。2岁11个月。嗯。我们其实结婚很快，结婚前没看过电影，没逛过公园，啊，最多也就3个月，差不多我们就决定。那你们属于闪婚一族啊？应该是属于闪婚。对。啊。啊。那你们觉得你们结婚之后两个人的这种磨合让你们有所改变吗？改变挺大的。改变，我觉得我改变挺大的，觉得心好像更近一些了，而且对待很多事情会从容很多。我说白了吧，其实
我觉得你变化最大的是，不再那么死乞白咧的去追一个什么东西了。对，他现在完全是在享受啊，享受工作带给他那种快乐，对那种幸福啊，享受这种艺术创作过程当中那种带给他那种满足感。对，他不是幸福吗？我挺幸福的，幸福我觉得，能够有一个这样热爱的工作，能够有一身那么帅气的军装，然后还有一个那么可爱的小宝宝，啊，还有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汤先生，很知足。这名字怎么那么别扭？作为汤王室，汤王室当然很知足。那个子欣，你觉得你有变化吗？我变化太大了。我，你想从海南最祖国最南边到北京来北漂。那时候2007年以前，那时候就跟那风筝没有线一样，这都是浮的，很浮躁，什么都想，我一定要拿到什么，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达到想什么一个高度。跟他结婚以后，很明显的有根了，而且有了一个人共同的去创业，共同的去在艺术道路上不断的探索，互相的帮助，这特别难得。我觉得这点我感受可能会比他更深。你想，2000年、2002年以前，我在海南看电视的时候，哇，朱军老师，哇，阎维文老师，哇，王立达，在电视上，哎呦，那种，谁能想到我有朝一日能跟您在这儿，在中央台，在艺术人生又艺术了一把，又人生了一把？对呀，零二年，你想想，零二年，本人已经主持了5年春晚了。真的跟做梦一样，所以我觉得，追梦路上，只要你执着，只要你坚持，一定能圆梦。一定能圆梦。对，说得好，在这样美好惬意的生活里，你们觉得你们还有梦吗？有。你们的梦想是什么？这个阶段我的梦想就是，老人平安，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老人的健康平安对我们是最大的福气。孩子茁壮成长，自己的事业吧，也想努把劲儿，这三者之间呢，尽量能够平和下来，平衡起来。对啊，丽达呢？同上。好，真的。既然这样呢，我们就不多聊了，我们就衷心的祝愿你们，祝愿这对年轻恩爱的夫妇能够梦想成真，好不好？谢谢。谢谢。最后。还是你们要唱首歌，没问题。对，好，叫什么？我的爱。好，我的爱，来，有请。花谢花开，我的爱不会潮去潮来，我的爱是春雨无声，滋润着你的情怀。我的爱不会心潮澎湃，我的爱不用赞美和赞，我的爱是细水长流，融进爱的大海。我的情人，我的朋友，我的爱人，我的小孩，我有一句话想给你留下来，一句话给你留下来。我的情人，我的朋友，我的爱人，我的小孩，只要大海在，我的爱就在，只要春天在，我的爱就在。我的爱不会花谢花开，我的爱不会潮起潮来，我的爱是春雨无
细水长流融进爱的大海。我的爱不会花谢花开，我的爱不会潮起潮来，我的爱是春雨无声滋润着你的情细水长流融进爱的大海，我的爱是细水长流融进爱的大海。谢谢啊！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的作者董冬冬和陈曦夫妇，有请。你好，陈曦，哎，来，认真的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好的，好的，我是这首歌《时间都去哪儿了》的作曲董冬冬。我是《时间都去哪儿》的作词陈曦，嗯，对。刚才我就说了，他们俩呢是夫妇二人，啊，结婚几年了？哎，我们结婚八年了。八年了，结婚八年了还这么年轻的哈？我们也好了14年了。结婚早。是吧？对，大学同学。怎么保养的？我们是80后。80后哈。对对对对对。怎么骗到手的？大学我们是同学，对啊，同学哈，同学也得骗呀、啊，对啊，第二我说不定是我把他骗到手的，是吧？你们是同班还是？我们是同班，我追了他一年，然后他终于同意。这不符合规矩啊，人在大学都是防火防盗防师兄嘛，是吧？你这同学同班的也忍心下手啊？对啊，太好看了呗。主要是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呀，真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让我觉得像神话一样的奇迹。除了刚才我说的这首歌之外，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惊讶，因为这几年在各大卫视热播的电视剧有很多主题音乐都是他们俩创作的。我给大家念一下哈，你比如说《武媚娘传奇》《二炮手》《咱们结婚吧》《我爱男闺蜜》金太郎的幸福生活，北京爱情故事，永不磨灭的番号，林师傅在首尔，婚姻保卫战，妈妈的花样年华，火蓝刀锋，等等等等。除此之外还有电影心花怒放，疯狂的赛车，等等等等。你们俩太不得了了哈，对，又高产，质量又高。你们俩凭的是什么呀？因为我们俩基本都在家，我们很宅，我们喜欢生活，也喜欢工作。我也挺宅的。嗯。那可能就是一块宅在家里。哦，那意思就是说我太太不宅是吧？也挺宅的。可能我们比别人写得快一点吧。啊，除了宅在家里之外，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的原因吗？可能我们身上对于创作或者对于艺术上有非常敏感的，我们两个人都有敏感的地方，然后我们很容易在我们有限的人生经验里面能够去感受到我们生活里面很多很多的细节，能够让我们受到打动我们的东西。然后只是我们比别人可能更幸运的是，我们有这么一个去写把它创作出来，用歌曲的方式来把它表达出来的一个方式。除了幸运之外，你刚才说了个词儿很关键哈，叫你们很敏感的能够捕捉得到那些细节。对，那我问题又来了，这个敏感源于什么地方？我觉得我的敏感来自于我对感情的特别特别的依恋，或者特别特别的重视和珍视。
我是一个作词人，但是呢，我只在遇到他之前，我从来没有试图用作词或者写诗这样文学的方式去表达过自己。我只是从小就喜欢看书，从小就和文学的东西走得很近，但是并没有说我想要去作为一个文学的创作者去表达它。但是跟他在一块儿以后，我所有的爱好，所有对于文学或者对于生活的那些积累，然后我突然就找到了一个想要表达的动力。我只为他一个人写词，然后我不是以前只为他一个人写词，以后我也只为他一个人写词。就是这个是我对爱情的一个，就是爱情是我的动力啊。爱让你变得很执着，爱也让你变得很敏感。嗯，爱让你变得很有创造力。嗯，是这样吗？你呢，被爱以后，对，我就有创造力了。对对对，我可以通俗的说一点，就是我们俩已经好14年。你别老拿这14年做，我都25年了。哇，你以为呢？我结婚都21年了。对，因为我在大学早早把他追到手了，所以我的大量时间都是放在去写作、去工作。然后我也可以骄傲的说，我只写他的词。就因为这么多年，他是因为我才变成作词的。因为一个作曲来说，你没有一个好的可以跟你志同道合的作词，也可以我们互相商量着去怎么写，你是特别难的。等于我在20岁之前，我连一首歌都没有写过。就因为有了他，我才变成了一个不光是电影配乐、电视剧配乐，我还可以写歌了。行了，来，请坐。谢谢。你们现在应该说，一说到你们的作品，那是耳熟能详，家喻户晓，是吧？能不能告诉大家你们都是学什么专业的？我父亲是搞作曲的，从小我也学钢琴啊。然后我高中的时候上的是学作曲的艺术学校，然后我大学考的是电影学院录音系。晨曦呢？我和他一样也是录音系的，也是学录音的，我们是同班同学。其实我从小也是学音乐的，然后和他的经历是一样的，从小经过3岁学琴，然后就一路考试这样过来。晨曦刚才说了，他是为了爱而创作的。还有一点，你碰到董冬冬之后，你就非常坚定地告诉他，我坚信你一定能行。是这样吗？是这样。你是用什么样的眼力去观察这个人的，觉得他能行？我们两人的相识，第一次见面是在艺考的时候，就是电影学院艺术考试的时候。候考的时候，他在我前面，然后他拿了一个小小的方的盒子，里面装了一个萨克斯。然后然后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头飘逸的长发，戴着一个帽子。我从后面也看不出来是男是女，或者是，就是我看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这考上学以后，过了一年，我才知道哦，原来他就是我前面那个男生。首先这是情感上你的那个印象里面的，然后其次呢，我们在这一年的互相了解中，我们录音系是这样的，大家要一起合拍作业。那会儿他就有自己的小的录音棚，然后他会自己去创作，随手去弹一些东西。但是在他弹出来的东西，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美好，就是你对音乐的那个欣赏一下子就觉得被抓住的感觉。然后在我们两个人又过了大半年，然后到那个年底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他录的 CD， 里面有各种片段，他有各种，就是之后我说他在那个 CD 里面向我展示了一个作曲家应该有的所有的，就是配乐大师应该有的所有的才华。那你们俩是什么时候开始合作的，真正的合作？我们俩已经好了有3年了。好了3年之后？对，好了3年之后。因为我那时候要做动画片的配乐啊，里面需要主题歌，而且我也不会写词。然后我就跟晨曦说，我说能不能你帮我试一试。然后这个你先等一下哈，你在写那个动画片的那个主题歌的之前，你有过文字创作吗？比如说发表个文章啊，写个诗什么的？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过。我也为自己写过东西，比如说诗啊什么的，这些东西自己随手记的。我有，就像日记一样那么写的。看书的读书笔记很多，但是从来没有发表过。那回过头来，东东，当他把词拿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第一反应傻了，因为我只给他看了3-4集的动画片，结果他把里面的那些小孩的说话的口吻变成歌词了，特别生活。你觉得那就是你要的东西？对啊，我就没有说什么，他就能明白我要什么。
这就是你们合作的开始。对啊，他刚才谈话当中一直在说，在不认识你的时候，最吸引他的、最先吸引他的是你这头秀发啊。他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形容词，叫从背后根本看不出男女，但就觉得这个头发很好啊，很飘逸。我补充一句，当时他非常非常的瘦。对，当时他非常非常的瘦，跟你现在一样哈、可能比我现在还瘦哈、他很瘦，那你功劳大大的呀，就这么些年你就把他喂成这样。幸福的生活让人胖。对，我还是回到我那个话题哈，说最先吸引他的是那头秀发。但我知道在你们刚刚起步的时候，有一个阶段你是有点那个削发励志的这样的行动的，把那头秀发给剪了。有吧？有。为什么？我上电影学院。因为我从小我喜欢音乐，喜欢流行音乐。而且我在17岁就开始留头发，但我考试，我是非常想改变我自己的命运，我才去上大学。因为我在社会上我已经演出了2-3年嘛，然后我好不容易参加了高考，考上电影学院，但那里的规定就是一定要绞头，把你的这些棱角要磨没，你重新开始。我想了一晚上，就是在军训之前那天晚上，我是上大学还是回家，因为我不希望人家这么约束我，但我想这是一个往前发展的一个动力，是一个机会，那我又重新长头发又怎么样，我就把它剪了。对，剪的时候痛苦吧？特别痛苦，特别痛苦。对啊，很纠结，剪的比您还短。对啊，对啊，对啊，剪的比我这个还短。对，比您的还短。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个行为的时候，你会怎么看？我觉得我做的太对了。如果我没有上电影学院，我没有现在，因为我从小没有那么大的梦想。就是我父亲虽然从小教我音乐，但是我在每一个年龄段，不管我是学钢琴还是学作曲，我都不是那个班里最优秀的。我一直觉得我去考电影学院也是能改变一下我的生活。如果我当不了作曲，当不了编曲的话，我可以去做录音。这个是，就这个是我没有那么大目标。但是在电影学院我遇到了晨曦，就像刚才他说的，他很鼓励我，他说你一定能搞好作曲和配乐，因为我那时候没怎么做过，我也没有什么机会。他一直在鼓励，一个人在边上永远信任你，而且你又很爱他的时候，你会觉得哦，那他说的应该是对的，那我去尝试一下吧。所以我一步一步尝试，然后又过了几年，他又变成了跟我一起合作的作词，我们又形影不离的去创作，所以我才有今天。我觉得真的太难得了。而且很幸福，特别幸福。对，这种合作一开始就一发不可收，直到最后我们都家喻户晓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被推上春晚的舞台，你们两个人也从你们的旋律背后浮出了水面。那我们都知道《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呢，实际上是电视剧《老牛家战争》的主题曲啊。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创作前后的经过和背景？然后当时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电视剧需要一首主题歌，然后导演呢是我们一直合作的，然后对我们特别信任的那个余春导演。然后当时呢他说给出的主题大概就是亲情，大概用了一周的时间都在想到底怎么样去用什么样的方式，有什么样的一个点能够把它很好的表达出来，然后都没有什么结果。直到有一天，正好那个第七天我们是说好了要交给导演的，因为你首先要给导演一个东西让他看一下。然后那天呢正好是我妈妈的生日，我们两个人的状况是，如果父母有生日、有节日或者有和家人要团圆的日子，我们一定是不论你在做什么，你一定要见到他们，一定要陪到他们。然后我就去陪我妈妈吃了一顿饭，然后他就在给你画当年或者回忆起来，哎，去年生日我们在吃的那个东西，或者之前是怎么样的，他就会给你描述，就是会老是回忆。我现在无论怎么说是哪一句，或者我看到我妈妈哪一个举动打动了我，让我把那个画面深深的就是在我心里，让我回去有一种角度把它写下来，其实都有点牵强。我始终觉得，当然我回去以后一个小时之内我就把这个完成了，然后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有动过，就是现在看到的时间都是哪儿了。我那时候我们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们两人27、28岁，对，27岁好像，他28岁，然后我们就那么长时间，你的人生之前那么长时间，父母对你的那种关心、那种关爱，他
他们把你一路就这样从小养到大，有东西想说，一直有东西想说。就这种情感的积累，其实根本不是那一天能够拿到的，也不是那一周能够拿到的，对，是这样，是这几十年对才拿到的，是这样啊。嗯，那他歌词创作好以后就到你这儿了呗？对，你写曲用了多长时间？我写曲用了2个小时。两个小时？对，我能够想象得到，之所以这么快，一定是那首词儿深深地打动了你。对，就是我当时看完了，我特别难过。为什么？就是我突然想起我姥姥了，因为从小在姥姥家长大。嗯，就是当你真正明白，你可能20多岁你才明白，他对你那么好，你要孝顺他，他没有了，没了啊，没了，就是永远是那么多的错过。然后我看到这个，我说你怎么写出了我内心的感觉？就我那时候，我现在说我都有点眼睛都很难受的那种。然后我为什么用2个小时写完呢？因为我写曲，我只写他的词，是因为他的词每一句都押韵，你念出来其实就是歌了。而我用最自然最好的就像儿歌一样的方法去把它写出来，我觉得我不想用任何的技巧去破坏它的意境，所以有了这首歌。啊，不光让更多的人听到了，而且关键是被冯小刚听到了。于是他把它带上了2014年的春晚。就让更多更多的人听到了，更多更多的人听到之后，我想你们接下来的就是一波又一波的找你们去写歌。嗯，我听说刘江导演找过你们是吧？对，咱们结婚吧。咱们结婚吧啊。嗯，整个这部咱们结婚吧的这个里面所有音乐让我创作，然后我们合作的非常开心，我们一起3个月以后一起合成的时候，他觉得特别好，然后我也跟他说。我说我写歌也很好，他说我知道我知道，那我说那我也可以给你写几首歌啊，然后他说可以啊，只要好我们就可以用了，因为可能他前面已经找了，在跟我合作之前已经定了有人去写歌。嗯，然后我说那我帮你写一首你听一听，然后我回去就跟陈曦说，我说有没有信心咱们写一首很棒的歌，因为这个戏太好了，你也看过了。陈曦说没有问题，我们又是用了1个星期到10天的时间去找这个感觉，最后我们在咖啡厅里去想这个环节的时候，陈曦突然说：“那你觉得你就是我跟你好了，你觉得你想说一句什么话？”我说：“我爱你，还是什么？”他说：“你难道不想说一句终于等到你吗？”那我当时觉得，哇，真的这句话，平时大家都会说的一句话，而且把它成为一个歌的主题，是多么的好。然后就开始了，有了这首歌的就是出来了，等于说最基础的这样一个情感起始。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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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然后终于等到你。而且刘江导演其实他很懂音乐，他原来也搞过音乐，然后他对个歌还有音乐很挑剔的。这个歌我第一次给他，也是跟时间都去哪儿一样一遍过。这种事业的成就感给你们带来的是什么？给我带来的是我可以更好的陪他去出去，可能他喜欢旅游，我带他出去全世界，我们去旅游。然后因为我们俩都很宅，很宅，而且我觉得这个行业最好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安静下来。你只要在家去创作，两个人在一起就行了，你又是工作又是生活。那你们俩为什么不要个孩子呢？我们俩人没有，一直以来都没有说过不要个孩子。只不过呢，我们就觉得如果什么时候有我们都很开心，但是却没有觉得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两人的生活里面就是说没有我非要怎么，对，没有说顺其自然。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我还是个孩子，其实我在家养了一堆龟。对，我有4只陆龟，每天它都会在，我不给它圈起来，它在屋里满处爬的，然后每天它来找我要吃的，然后它还有2只猫，就是去我们其实家里很多成员的。两个人在一起刚上来就一直给我们强调哈，我们都十几年了，14年了哈，说那么多遍我也没记住啊。一上来就说我们都14年了，觉得14年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知道俗不俗，还是爱。我觉得没有爱你怎么在一起？就是我就知道你要回答我，就一个字儿，爱。怎么理解爱？我觉得爱就是，他不管在不在你身边，就是他跟你相处的时间长还是短，你老有一种惦记的感觉，你老觉得，哎，晨曦去哪儿了？
晨曦晚上吃什么？晨曦有没有不高兴？我要不要陪她？就是我们都好了十几年的时候，你还会想到这个。而且现在她还需要整一整牙什么的，她现在吃不了硬的东西。我每天会给她熬冬瓜汤喝。虽然我很忙，但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你只要下来喝一点这个汤，我觉得就是我为你表达的爱了。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就现在来讲，你们怎么看待名和利？我对名和利，我觉得你做得好自然会来，这个东西强求不得，不是你去我设计一个什么样让自己怎么样，而是我最骄傲的就是大家知道《时间都去哪儿了》是我写的之前，我又做了这么多的作品，我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人，所以这种就是我对名利一种感触。你们接下来的梦想是什么？就是我希望我们每天在一块儿的时候，看到对方的时候就好好的在一块儿，合作的时候就好好的在一块儿，我们就是对，就是当下我们好好的在一块儿。这是我梦想。好，我从小是个没有梦想的人，可能大家都不信，因为我永远觉得我能活好每天，我没有觉得假如我以后要做成一个作曲家一个什么样，反而我在每一步往前走的时候他都会来。而且晨曦在刚跟我好一年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作曲家，然后你会，可能他憧憬的让我去奥斯卡或什么这些，我当时根本就不信的，我觉得啊你可能是安慰我，但你可能一步一步的你觉得哦原来人的能力是可以在慢慢积累中达到一定，所以我到现在我还是没觉得自己的梦是什么，我觉得跟他在一起都能实现。人的能力主要是可以在爱的浸润下被激发出来的。其实我觉得你说的做好每一天就是最实在的梦。我坦率地讲，我跟你一样，我也从来不想明年该干什么。我只想今年要做什么。更实在的叫我今天要做什么。做好再说。最后有一个想法哈。我们听到了各种版本的《时间都去哪儿了》，都不是你们俩的。你们俩能不能在现场啊，给我们演绎一下《时间都去哪儿》？当然我唱的不太好，要不然这个机会就留给我自己去唱。对，你自己唱吧。我要能唱，我就去唱春晚。你就去唱春晚了。不，我觉得在这儿我们可以自己唱的。唱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既然这首歌留给大家的印象那么美好，不如让这个美好的感觉一直留下去。不，两回事。来吧。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闻了。好，再次的感谢你们。好，谢谢。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努力，唱响中国梦，讴歌中国梦，践行中国梦，因为中国梦是你我共有的梦想。再见。